奶大大力咁奶啊，奶得更多自有人民币进账。如果真系咁谂，周柏豪、张柏芝就太年轻啦。睇下人哋罗家良，三日唔埋两日就会出 post 讲爱国，仲娶埋个大陆老婆兼移居北京。论爱国，狠狠定真心好多，但结果呢？明明签咗约拍大陆剧《如意芳菲》，最后咪又因为政治问题、港人身份，被内地投资者要求换角。唔讲规矩，纯粹睇官方心情是常识吧。如果唔系 ，USCC 又点会建议美国改称习大大做中共总书记，暗示非民主帝制呢？讲起习大大与帝制，早前台湾网民就发现歌手吴克群首为你写诗遭到大陆多方禁止，原因疑似系为你写诗被二次创作成为为你写诗，冒犯咗习大大。为你我能起飞多些纸，为你丝丝一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坚持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开出所有的一万分子，疯狂的瞬间好久和金黄刀子。唔通吴克群真系躺着也中枪？一仔都尝试在 Bilibili 搜索为你写诗，其实还有不少相关视频可以看到，部分还是本年11月最新上载，而且评论功能未被关闭，暂时看来都不是那么敏感小气啫。那周柏豪、张柏芝是不是奶得太心急呢？忍住近亲，适得其反啊。